老林们好，弹弓打掉这张横着的卡片，来个时光倒流，如果能成功给个关注啊。加个关注啊，晚上直播间请大家砸弹弓，谢谢啊。老铁们好，打火机放在这个西瓜里面，然后呢给它盖上盖子，通过这个管道把它给打爆，咱们挑战一下看能不能成功，如果能成功就给个关注啊。老铁们好，从这个管口打进去，然后通过这个管道把这个平底打掉，咱们挑战一下看能不能成功，如果能挑战成功请给我关注啊。喜欢玩弹弓的老铁或者是想学打弹弓的老铁，一定要加关注啊，每天晚上8:30准时直播教学，谢谢各位大哥啊。老铁们好，从这个管口打进去，然后通过这个管道，然后再通过这个砖头把这个打火机给它打爆，咱们挑战一下看能不能成功，如果成功了请给个关注啊。老铁们好，前两天拍了个段子，很多老铁比较质疑啊，咱们今天再来一次，打火机放在里面，看看能不能再次挑战成功。如果能再次挑战成功，请给个关注啊。放在这里面，然后从这个口里面打进去，通过这个管道把它给爆了，如果挑战成功请给个关注，谢谢啊。喜欢玩弹弓的老铁给这号加关注啊，每天晚上8:30开始直播教学，谢谢各位大哥。老铁们好，很多老铁买了这单卡不会装扁皮，今天咱们给老铁们说一下怎么装。首先扁皮筋三折背折一下，然后拉紧卡进这个缝里面，拉紧一点好卡一点，卡进这个缝里面以后拉一下，后面留点头啊，这个头可以留长一点留短一点，看自己个人的需求，然后往里捏一下这个卡住，然后一拉就可以了。这边的方法也是一样啊，三折背叠一下，叠好以后啊来卡进这个缝里面，然后这个头的话想留长一点可以留长一点，然后把这个卡住塞进去，用手指往里挤一挤，挤完以后卡住，这样的话不会拉出来，不会那么紧。线切归功于不锈钢材质，这是从金海西安带，全套只需58，小黄的自助销量就可以了，他们可以打预告，可以打光柱。老铁们好，一张火盘，打掉这筷子，切个西瓜，如果能成功，给个关注啊。老铁们好，来一个不一样的飞靶，我朋友打出去，我给他拦截下来，看能不能拦截成功，试一下啊，如果成功给个关注啊。喜欢玩弹弓的老铁给这号加个关注，每天晚上8:30咱准时直播教学，谢谢各位大哥啊。老铁们好，测试一下这个防弹眼镜的实测效果，九珠红狼铁这个芯片，咱们试试。
朋友们好，弹弓打掉这张卡片，来个时光倒流，如果觉得好看，点个关注。青天霹雳，你却轻易放手，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。于是爱恨交错任消瘦，怕是怕这些喜欢的老铁请别忘记关注我，每天晚上八点半准时直播间见，谢谢各位大哥。欢起落人寂寞，等一等这些伤老铁们好，今天给大家说一下咱家这个探空定位梯队。这款锅底探空定位梯队啊，采用的是2.0后的超纤维设计，双毛面，柔软度适中，放好钢珠以后捏在手上不会觉得磨手或者裹手这种情况。最重要的是啊，梯队中间带有纯手工的探空，每次包钢珠都能包在这个梯队的最中间的位置，不会出现这种侧偏的情况，或者是在拉直线的过程中出现这种一边长一边短的情况，这种情况都不会出现的啊。拉伸10000次不变形，提高精准度啊。杜绝飞弹、跳弹这种情况，给大家做个小活动，拍一发二，也就是拍一份发两次，小朋友自由下单就可以了，老铁们好，上次给大家说了一下这个普边打法，还是有很多老铁不会啊。今天咱们再说一下，其实打普边非常简单，最主要的是怎么去包。包的时候不要包中间，或者是包在上面这个地方，因为你要包得太高的话，普边打出去会伤到虎口。包的时候包在普边底部1/3的位置，大概这个地方。然后呢，上下平行重合，秤头对着你所要击打的目标，瞄准好以后，手往外拉个10度到20度左右，大概就这个样子。咱们打下前面那个黄瓜看一下。有喜欢玩弹弓的老铁可以给这号加个关注啊，想了解更多咱们晚上8点半直播间共同交流啊。